你们太鬼畜了。你怎么又把自己逼进悲伤？不是，我慌了。你好浪，你穿什么短袖？大象转十圈步，大象转，大声唱出《降落伞》。这是早起的惊喜吗？对，转十圈步的唱降落伞有什么奖？一份神秘的奖品，你们会喜欢的。那好吧，那试试吧。到了。我抬不起头，希望高唱飞着，大笨钟刚好，好像留着我在听着。不是老师，我没化妆，好像留着我在听着，奔望向的人群背后，这时突然想起你伸空空的左手。哦，什么不？哦，恭喜你完成任务了。老师，这段播吗？然后，这个是送给你们团队的一个礼物。这是啥呀？哇，这是昨天那只鹅吗？哦，鸡。我以为把我们的小宠物宰了。哇，那我们今天是要做鸡吃吗？可以。为难我。啊，但是有肉吃啊！谢谢老师。我走了。村里的空气好好呀，我也去看狗狗吧。我今天绝对是被狗叫叫起来的，那不是被鹅叫叫起来的。你今天早上去干嘛？我今天想吃抓鸡。不是，就是我刚出门，然后就被老师摁住了。就是你们能想到吗？素颜让我唱降落伞，然后给了我一只鸡。我今天有鸡吃了。嗨，我是你们队院的，合计你们早餐，不会做，给你们出点早餐。哇，是阿姨，我刚刚说我是妙秀，总参谋吗？啊，谢谢阿姨，谢谢。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在门口站着啥呢？别吧，这很装逼的话。哇，你脖子好长啊！你是张宇涵吗？张宇涵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什么时候跟我一起过来的？你的脖子也不长，但是你长得像谁呢？我想一想，你长得像。刘静涵啊，小黑，你是不是刘静涵？哎，赵雨涵，你不要咬人家，你不要咬刘静涵。哎呀，扎身上了。哦，它会吃蛋黄。对啊，不是狗狗吃蛋黄。好的，我家狗狗没怎么着。先放是苞米，苞米，苞米。有手套，我去拿手套吧。我去哪里拔白菜？这里。
好准，一个够了吗？可吃不下菜。我不要的叶子放在这里是不可以当肥料。我们要不然再加点茄子吧？茄子吗？啊，这是茄子大。没想到来到这里我还有这个，我看起来不太好哟。是这样拔的？不是不是吧？应该是在铁儿拔的。嗨，这哎呦嘿，厉害不？厉害！哇，这么大碗，拿刀干什么？哇，你就像这里的人一样。是辣椒吗？我的生活不太好，我看起来不太好。哇，我们之前这种做茄子吗？还有玉米。这个你看，我们吃了两颗大白菜。爆米花。我们太大了。我不把玉米卖给收爆米花。走吧。我们先看还要收吗？我想搓，你看。好了，我们分工一下。我们昨天还有剩米做炒饭吧。炒饭。好，然后我们可能去包爆米花。嗯，好，走吧。OK, 乖。谁这么早蹦爆米花？你们进。爆米花了，爆米花了。那边怎么那么大？出来，有人是看错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觉得这个怎么接的了？可以啊。